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廉，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我是蔡小军。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议座，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市议员陈维仲。主持人好，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议员陈维仲。维仲好。第二位是我们市议员张耿辉。主持人好，陈议员好，王议员好，基隆的观众朋友及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市议员张耿辉。议座好。第三位是我们市议员王醒之。主持人好，两位议座好，然后线上所有观看吉隆电视台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市议员王醒之。议座好。因为最近的疫情不断的延烧，但是民众其实都心惶惶的，因为不断的在变动，这些规范到底要怎么准则，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维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滚动式检讨政策不断的变动，民众的心声又是如何。其实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现在台湾在昨天的统计上，我们的病例数已经来到，全台湾的病例数已经来到28000了，其实比我们的基本薪资还要高哦。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整体的卫生量人来说造成非常大的挑战。那其实在四月初的时候，蔡英文总统他就发布了一个脸书讯息，是说台湾现在不是走向清零，而是要走向共存然后减灾的这个方向。那其实这个对于我们要学习与病毒共存，那或是说稳住我们的整个社会经济的状况，然后同时也让我们可以正常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然其实大家听到非常多的名词，说就正常生活、正向防疫，那到就是类普筛，然后到最近的各种的我们的什么共存相关的政策，然后到以筛代检等等的名词，其实都陆陆续续出现哦。那这个背后其实代表着我们整个行政系统现在正在面对这个不断攀升的确诊人数，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持我们行政的量能，然后同时又让我们的医疗资源可以放在中重症跟轻症患者，中重症的患者上，然后让轻症可以无症状者可以在居家照护。那这个会是这个整体政策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因为确诊人数是用就是翻倍在成长的，所以这给我们现在的政府来说，不管是中央的指挥中心到地方各层级的指挥官，还有我们的卫生单位，其实都带来非常严峻的考验。那我们现在其实希望可以认真来讨论这件事情，是其实本届议会在第七次的定期会，也就是现在我们刚结束了市长的市政总咨询，所有的议员都在关心说现在的政策，地方政府怎么样跟上指挥中心不断滚动式调整的脚步。那我们当然都知道滚动式调整是重要的，可是要怎么样让就是地方的卫政可以及时的衔接不断攀升的确诊者，甚至也会跟着升高的重症数，就会变成非常大的挑战。那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看到是说，以基隆来说，其实我们在四月初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确诊人数有比其他县市高的这个状况，在比例上有比较高的这个状况，那所以呢，那个时候陈时中部长就大动作到基隆来跟，就是那时候还在家里隔离的林佑昌市长来做讨论，那最后出现了一个类普筛的名词。那这个类普筛其实是非常有政治性的决定，因为过去其实在彰化县的卫生局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有想要针对彰化来做普筛的动作，但却被大动作的喝止，跟就是甚至有相关的行政处分。那所以当时发明了类普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所以那林佑昌市长为了面对这个政策问题，他改成全民防疫爱心筛检。那爱心筛检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网络上非常多人在讨论，那其实就是发快筛剂，让民众回家去自主检验。那这个政策它出现在快筛国家队之前，因为快筛国家队的征用，我们现在在执行的这个快筛世界实名制，其实在四月十二的时候才上路。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四月五号到四月九号是基隆在清明连假最后一天开始执行5天的爱心筛检的这个计划，发送快筛剂在各区里的人口发10%跟相关的议题。那等一下耿辉议座可能也会谈到，就是其实在这几个发送的群体里面，基层
的基层的，就是设施的维运的人，然后不易触觉族群、基层的医疗诊所，跟十八岁以上的民众四大类型，是当时候的爱心筛的主要族群，总共发了19万剂左右。你可以发现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呢，没有疫苗保护的学童却没有办法在这一次爱心筛检的这个发送对象中，没有办法来做自主的健康监测。那这个就是我们会觉得很担心，说这个政策没有精准的在学童身上。那另外一件事情也想跟大家分享哦，其实当时基隆的 PCR， 我们有广设 PCR 的社区筛检站，7个站的平均，在那7天的平均里面呢，其实大概只有不到10%哦，最高也只到10%。对比现在基隆的这个 PCR 筛检站阳性确诊率，在还没有实行快筛养蚕去 PCR 之前的5月3号之前，近7日已经到了就是10%多了哈，快10多，所以非常非常夸张，是相差10倍的这个状况哦。那其实以医学上来说，或公卫的角度来说，阳性率到7%的时候，你才开始要进入，才会称之为热点，然后才需要用快筛来协助民众做自主健康检测。所以我认为说，那个时候对比着我们现在民众去排快筛，实名制都买不到这个状况，我们认为那个时候的政策有点冲出上路，然后是为了平息政治的风波才出现了这个政策哦。然后再来是。最后，其实，在19万剂的整个发送中，吼，我们最后市政府到5号到11号，总共7天的那个爱心筛的这个专线，只收到44例的阳性的快筛阳性的通报，最后是38例的 PCR 的阳性确诊个案。你可以发现，这样大动作的行政资源，20万剂投下去，近6000万的中央补助，最后只拿到44例的。阳性通报，我们不知道母数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到底阳性率是什么。再来，我们也没有精准的对学童、没有疫苗保护儿童做就是健康监测这个状况，所以这整个政策我觉得是非常急上路，而且没有办法针对当时其实阳性率不高的基隆做出完整的对于健康的盘点。所以我们会认为是说，未来其实我们的政策不断滚动式调整，我们对于公卫跟相关的议题需要去做更好的盘点跟指数的预测。然后才不会让我们的卫生系统每天在忙着应付这些上级长官的一些政策，然后忙翻天，而且没办法衔接。对，真的就是要好好的检视现在最重要什么重点是当下的错误到底有没有汲取教训呢？要带大家来看住宿型养护机构群聚的感染。这件事情难道不要深刻检讨吗？我们后面 Delta 病毒再进来怎么办 ？CDC 规定的每一个月必须要盘点的资源。必须要做应变措施计划和训练演练，这件事情市政府有督导各机构做吗？如果事前的准备都没有做够，你就不能够再甩锅给这些确诊者，没有政治道德。防疫的工作零零总总都非常重要，没有一个环节可以消失或可以忽略，但是在有功劳和有苦劳的同时，不代表没有缺失。后面还有 Delta 病毒虎视眈眈，本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会针对住宿型长照机构群聚感染这件事情，要求市政府给一个非常明确的报告。都是第一次发生，我们不忍苛责，但是你没有经过深刻检讨，你不可能得到教训。我们看报告，社会处针对这个检讨写了2200字，包含了检讨跟回应的作为，但是我们的卫生局只写了750个字。我不是说要用字数论英雄，而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准备要好好检讨。本席提出的书面质询，等一下所有的内容我都会报告一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我不想口出恶言，但是我们接到非常多的家属哀哀无告，从2级警戒完之后，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长辈。等到再一次见到的时候，已经变成白骨一堆。我必须要说，机构群聚感染这件事情，一定要深刻检讨。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从疫情开始爆发，然后到一直到现在，其实全台湾已经进入到第3年。
这个进入到第三年的过程里面，我们基隆市到底学到了什么教训？所以呢，我要麻烦导播帮我拉到一下我的投影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说，基隆市的疫情延烧到底有哪些疫情悲歌正在上演中？我特别要指出有三种人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种是老人，另外一种是穷人，还有一种是蓝领劳动阶级。这三种人会特别特别需要大家关注，而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基隆市政府在这件事情上仍然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是需要被检讨的。所以我们先从去年谈起，去年的机构群聚感染这件事情，你如果可以看到投影片，你就会知道说基隆市在去年就有三个全台湾的第一名，超高确诊率、超高死亡率跟超高致死率，这件事情都是在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机构所发生的群聚感染。这些群聚感染在去年发生了之后，在基隆市死了一堆在机构当中的老人，而今年呢，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它又再度发生。全基隆市有27个老人福利机构，到目前为止，27个老人福利机构里面有5间已经发生染疫的状况，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我们看到已经有人死亡。所以它有没有可能会再度发生？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基隆市政府依照中央的指引，准备要直接进行就地安置。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问题是，基隆市的这些长照机构其实并不一定有足够的条件进行就地安置，所以它当然也有可能会再度发生机构群聚感染。这件事情会需要大家共同来关注。再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再一件事情是我要特别谈到被家庭群聚。什么叫做被家庭群聚？被家庭群聚是什么？是我们在基隆市有接到非常非常多的案例，是什么？是一家8口、一家9口、一家10口，甚至一家15口的超大型家庭都居住在同一个房子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当中有一个人染疫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人一室。可是呢，一个人染疫，其他人框列，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问题发生了。在还没确定其他框列的人是否染疫的过程中，他们都住在房子里，而且没有办法一人一室，就变成是在屋子里面大家交叉感染，然后从只是被框列，然后到最后是大家被感染。这个问题其实在基隆市的状况也仍然存在。说到底，最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集中检疫所的床位不够，必须要送到防疫旅馆，但是防疫旅馆又变成要自己付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蓝领劳动阶级的大家庭来说，其实会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所以我们在讲说，在基隆市也不断的在发生被家庭群聚的类似像这样荒谬的事情。最后一件事情我要特别提，我们现在大部分民众在抱怨的事情是什么？是自从，所以我们也在问大家，如果一个基隆市市民从他快筛阳性开始，一直到他确定居家照护，然后得到第一支血氧机来测量自己的生理症状的时候，请问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几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需要9到平均9到12天，这个天数非常非常长，而且导致大量的民怨，也就是来自于这件事情。我明明已经确诊，我明明已经阳性，但是我却什么帮忙都领不到，我甚至连一通电话我都接不到，甚至我连电话都打不通。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说，不管整个程序到底怎么跑，就是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卡在我们整个行政单位在资料的整理名单上速度过慢，而且整个行政流程大塞车的结果。所以我们前一阵子会看到是说，诚信妇人的亡故，它到底是一个意外还是一个系统疏失的结果？我们看到诚信妇人4月24日往生的之前，他其实是没有收到任何的防疫包以及血氧机的协助跟帮忙。我们往前回过头来推断，才发现是说，原来从他确诊开始，他的资料也一直都在卫生局，名单都还没整理完，放到民政单位让他们来发防疫包。所以在这整个过程，我们看到的疫情如果要真的做到软着陆，必须要把名单整理的速度给加快，这也是我们过去这两天不断的在议会里面当中提出来对市政府的建议。最后一点我要提，有另外一个族群是我们要面对的，是穷人或者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人。现在新的规定是你必须要快筛阳性之后你才可以做 PCR， 但是现在会碰到一个问题，如果我连
快筛剂我都买不到，我连快筛剂都买不起，在这种时候怎么办？我们发现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情况，是当国家和政府都说要以筛代革，但是我们到最后就会发现是什么？是以穷代筛。为什么？我买不起快筛剂，我买不到快筛剂，然后到最后真正会跟病毒共存的，其实就是买不起快筛剂的弱势家庭。所以我们会讲的非常难过跟心酸的是说，其实是一个这个快筛是排除贫穷者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刚刚前面讲的这三类老人、穷人，然后以及蓝领劳动者，这三种人在这个疫情当中不能被从这个疫情的防疫网当中掉下来，必须要我们大家继续共同关注。是的，所以现在马上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个筛剂不足的情况。基隆市政府向中央争取发放爱心快筛试剂，4月6号早上轮换到七堵区各里发放。富民里一大早就排着人龙等待领取，不过里内有1000多户，却只分到300多剂。里长吴明综合市议员张耿辉都希望市政府可以向中央争取足够的试剂。这里只拢总1600几吼，结果才发360几份哦，所以我即卖来。安心来生活哦，但是我一定会甲看讲是毋是都系分利的哦，市场嘛特别交代，所以发完为止啦。啊无，今麦讲到种300几年了，啊绝对无法做迄路，啊是。惊无够用就对。一定无够啊，敢那户数1600几户，啊发365支，啊咩啦，一户嘛无一支哦。富民里来讲的话，以户数来讲的话是1168户，那这一次他们总发的大概有385剂，既然是全面防疫的，我想中央责无旁贷的，在整个剂量方面要全力的来支持各县市。我想针对刚才我们在米西亚看到的，尤其我们的分发的快筛剂的问题，首先当然还没讲到快筛剂分配的问题，我们先来讲到我们现在目前基隆市的确诊数，目前来讲的话，依昨天5月3号最新的统计，是我们基隆是1003，1003的确诊数。那从我们4月份到现在的话，所有累计的，像我们今天在议会有谈到，已经累计到现在总共有12350人已经确诊了。不含黑市里面的很多很多疫调问题啊，总统们还没进来。那基隆市等于是说，在前面的话，我们来讲，在上一次我们从报纸的统计啊，我们基隆市啊是全国之冠。那是我们在一个礼拜，就是我们4月23号到29号啊，媒体公布的，我们基隆市的确诊数为全国之冠。这个我们要担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当然了，刚才在很多问题，就除了筛剂的筛检问题、隔离之外，很多的措施。刚才我们不管是我们陈议员、王议员都讲了很多很多的政策的一些切失。当然，我是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听得到。那就我们目前来讲，刚才我们陈议员也讲，那个目前就是在4月5号跟9号，我们发的那个快爱心快筛剂，能不能看一下图？我们再重复一下，当初发的4种那个导播。那个当初那个图呢，有个快对，刚才我们维仲也讲了，这4种人总共有5天发放，我们发放的时候总共有13万570，等于是3600，后面又补了2天，总共有7天。但这些族群只有这种事，18岁以上的一般民众，易扩散不宜掌握族群跟维持关键基础人员及基层诊所。当然在里面来发放的话，我问你，不宜掌握大部分都是一些公务人员、上班族嘛，对不对？当初他地点也没有再比较方便的，因为上班都去上班了，他哪有时间去排队？那又发放，我们现在完以后，5月份开始实名制，那去购买实名制，我们7堵区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只有4间药局哦。我们刚才只有百湖的专业医师药局，在7堵区的自治街13号，
还有亚登药局在我们福二街白屋那么大一个区域，人口那么多，只有一家药局有贩卖。还有康平，康平药局就在我们开元路59号支持59-12号二楼，振兴特业药局也是在我们南新路10号一楼。你看，我们去排队，那一些尤其我们今天也在议会，这一两天都在议会开会，我们有讲，山区的一些长者，他要坐公车，尤其我们郊区的有五个里，有一有二，还有马宁、马东、马西、马南，他们那些长者因为年轻人都去上班去了，啊，有时候药局分配要少，礼拜天我也遇到了，跑了三家，分配的数量少，一家70几份，那一家等于说人到的话都不用排的，前面人很早就去排的，因为就是因为要塞剂。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尤其我们基隆市啊，已经是全国之冠。尤其在这个塞剂方面啊，我是觉得啊，我们中央尤其我们政府啊，也应该有魄力。那我们在议会也讨论了，需要用，因为这灾害抢救就是用紧急预备金来自用都可以。那我也是希望啊，我们真的市政府要拿出魄力出来，有时候该做的预防措施应该有。不要以前让人家来公认我们是一个模范一个国家，变成现在不欢迎我们去旅游的，像美国就是这样，这样把我们列入一级的，那以前多欢迎我们了。哦，以上啊，我是希望啊，市政府真的要加把劲。是展现魄力的，还有在我们的交通上，要带大家来看基隆捷运排版定案。大雨中，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基隆市七堵区崇孝街捷运场站预定地现场宣布。基隆人最为关切的基隆捷运案路线与经费排版定案，今天我特别到基隆来宣布定案的好消息，不只是轻轨变捷运路线有共识，经费从80亿提高到425亿，但是中央负担7×7，达327亿元，其余三个县市也都合理分担，中途全部设13个捷运站，运量从本来1小时5000人提高到15000人，是最最不简单。我们感谢基隆市林佑昌市长、新北、台北市府一起大家协力，我们感谢在地像蔡世英立委、沈花惠立委、赖品宜立委，还有我们邱成员立委，大家在地方上共同出声，在立法院大力争取，同时未来相关预算等等都要协助推动，这也是林佑昌市长推动国门改造一个最重要的环段。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在行驶路线及场站开发都确定后，基隆捷运案接下来将进入缓评阶段，预计112年核定动工。今天，我们把基隆捷运整个路线，包括场站已经做一个定案，那包括各个场站的未来的这个土地的开发的方式，也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今天确定以后，我们就会进入缓评。那缓评通过大概1年的时间，那我们就送行政院做一个核定。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基隆捷运案能顺利推动是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合作的成果。他也提到一个关键，就是解除基隆河禁建线。如果没有解除这个禁建线，今天这个也没人谈。而这个解除了禁建线后，又今天的路线排版定案，未来这些货柜园区就变成科技园区，这个大大发展关系地方很重要。我想啊，捷运啊来基隆啊，我们当然全市的市民啊，大家都喜欢。不过我在想啊，因为2月22号啊，行政院长苏院长啊大胜仗的来我们基隆，尤其在七堵区啊开记者会，宣布啊，说捷运定案，但是啊，环评还要做环评，环评还没过。那我就想到啊，我们
2017年的3月17号，我们蔡总统也是当初啊要选总统之前的，也是来这边开的大支票，开的什么？2022啊，轻轨要通车，结果现在已经2022的，试问我们的基隆市好朋友，总统的选举也选完了，票也拿到了，结果呢？退票有没有一位政治人物出来负责任，向我们基隆市啊说声道歉？然后最近也应该说，因为轻轨没有办法沿这个政策，只好再说啊要改成为中运量啊，中央又说那个轻轨就是捷运，总共有13站。南港只是到南港到我们八堵哦，还没有到基隆哦。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试问，这一些就是我们的路线。一个通勤族平常，我们到南港一般的通勤族只要6站就好了，就到了我们的南港站。现在捷运的话要13站，这个沿途这个时间。我们通勤族会不会接受？不知道。然后人潮有没有预计的人潮？预期的人潮，还有等人未来的营运问题、成本问题，谁来负责？那据了解，总共有425亿，中央负责77%，等于啊要负责327亿2500万。其余啊97亿7500万要由我们跟新北市、台北市3个共同来负责。那未来现在已经交给交通部铁道改建局在做规划与环评，需要1年时间。那这段时间因为疫情关系，延误掉已经在上涨了。未来整个工程费会不会继续再追加？啊，这个的话。当然就是要哪一个单位要来负责这个盈亏的问题。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其他议员要讲，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要深思的地方。是，所以基隆捷运其实我们的维仲还有做过民调试调，就是很尴尬，就有近70%的基隆市民其实是不满意基隆捷运的规划。我们要请教维仲。是，我们现在其实在讨论基隆捷运，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就是苏贞昌院长的这个片段，他在今年的2月22号的时候大动作的来到基隆，而且由所有基隆市在地的民进党籍的，甚至是连戏子的民进党议员都到现场，然后来宣布基隆捷运的第一阶段定案，然后搭配基隆市政府也在讨论说七堵这个场站它的规划跟周遭的城市规划是什么。那我们必须要先把时空回去一下，2021年12月，当时是这样子，其实非常多的市民在关心说到底基隆捷运会不会就是能够像当时在承诺轻轨2017年的时候来到基隆蔡英文总统承诺的轻轨一样，可以全线定案，而且到基隆，那到基隆火车站不是7堵或是8堵，那非常多的民众来讨论。那最后呢，当时蔡世英立委他特别在立法院跟就是交通部长王国才咨询说，是不是可以到基隆来对基隆的通勤族跟使用者，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其实在议会一直跟林永昌市长讨论这件事情，亲自的来跟使用者说明你的这个整个规划是什么，因为其实这个重大的公共交通运输的这个建设，它最相关的就是会使用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在使用台铁的通勤族。所以因为这个蔡世英立委跟交通部的承诺说有公开说明会，然后我们才做了这样的民调。不过这个最后这个公开说明会到今天都没有发生，那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做的这个民调数据，为什么我会说我们做的民调有呈现4步呢？第一步就是不满意基隆捷运资讯公开的程度，民众都是看报纸才知道，哦，原来现在基隆捷运只到就是7堵跟8堵。那如果我要从基隆转车，我要从基隆搭车到台北火车站的话，我要转2次车，这对基隆人来说是造成非常大的不便。所以这是第一个不满意资讯公开的部分，有超过就是5×5的民众是不满意他的公开状况。那再来的话，在这个
整个路线状况的了解上，路线规划了解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是62%的民众是不了解捷运路线的规划的。那这就显示说政府的沟通能力难道都只是发新闻稿吗？不管是中央或是有参加就是北北基我们捷运的这个沟通平台，基隆市政府，难道我们是这样来对待使用者的吗？那另外的话是最关键的事情是对于现在也就是2022年的2月22号的定案的这个第一阶段捷运，它的满意度是高达近70%，是67%的民众是不满意只有定案在第一阶段的这个基隆捷运。那这件事情也显示说民众对于说现在的基隆捷运造成通勤的不便，因为这是其实是民众最关心的，我们自己的民调也显示民众是最关心通勤的便利性是不是可以在基隆捷运这个政策达到，是完全没有办法的。那我觉得最严重的是不信任，民众是不信任基隆捷运第一阶段，因为它只到八堵，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增加转乘的不方便度，再来抢站有可能在七堵站，其实是现在已经知道了就是 不一样，在我们人口密集的区域，七堵捷运的抢站跟就是台铁的抢站是分开的。那你可以看到是说当时的民众会认为是说我不会，如果基隆捷运就是开始通车，在2032年开始通车的时候，我不会想要转乘，我不会想要转搭基隆捷运，这对一个重大公共交通建设等于是判死刑，因为重大的捷，尤其是捷运这样的建设，它除了 TOD 的功能之外，它更重要的事情要让我们的私人车辆它可以降低，不要让大家开着就是四轮车上去高速公路塞，而是要转乘，就是让这些轨道运输可以肩负公共运输的功能，然后搭。当然包含周边的配套，你怎么样去衔接我们的铁路，我们现在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隆捷运第一阶段定案四部，其实苏贞昌院长大动作来基隆，其实对基隆市民来说这是一个政府不信任的展现，因为没办法端出一个好的基隆捷运让基隆人更方便通勤。那同时你在场站规划，在你承诺的基隆捷运要带来的 TOD 的规划也说不清楚，那包含是说北五堵的工作机会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捷运来搭配，基隆六个站的整个站每一个场站它周遭的都市规划的更新是什么目前也都不知道，10年之后要上路的基隆捷运，我们基隆的通勤组要如何期待我们有更方便的转乘交通，例如说我们安乐区的民众想要到八堵去搭捷运好了，搭捷运的起站我们想要去搭，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搭公车来转乘，目前不知道，跨区公车已经快要倒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都息息相关。那我们会希望是说真的政府要拿出诚意，不管是中央地方基隆市政府都应该要来努力跟民众讨论如何让基隆捷运更好，是要让基隆捷运更好，真的要拿出诚意，资讯要公开，一块来看我们在市议会上地方基隆人的共识怎么做决定，你想做决定的时候你就说你可以做决定你专业，你不想做决定的时候你就说是要等全民共识，荒谬。今天有人要送你一个按摩浴缸，但是说要装在你家的阳台，有人说要送你一套免治马桶，但是要装在你家的厨房，你难道可以没有意见吗？你作为一市之长，你不敢做决定，我们帮你做决定。现在唯一我们看到可以的方法就是你昨天刚好说不需要的地方性公投，地方性公民投票门槛以及票数都非常清楚，在基隆市就是可以尝试，你敢不敢试试看？政策的一个决定有很多的方式，不一定要透过这个方式来处理，公听会、说明会都有，公听会或者是说明会都是法定的程序，它都一定要走。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更积极的去做政策沟通，把民众意见纳进来？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柯文哲用 i voting 证明是失败的结果。请问你林佑昌用什么？我的态度跟立场就是公听会广开，而且不是开一场，也不是开一次，你可以开很多场，你也可以开很多次。如何形成共识？去台湾也不是第一次盖捷运了、啊，那过去路线怎么决定了？对，过去都是县市首长提出可行性的可能性，是过去都是县市首长他们清楚的负起政治责任，就算有争议，他也会提出来跟政策进行说明。倒不完全了。好的，刚刚看到前面那一段，我和陈维忠议员跟市长之间非常强力的争论，到底是在争什么？那其实已经是上一个会期的事情。在上一个会期的时候，我们最大最大的争论是在说，为什么基隆捷运只从南港坐到八堵，而八堵在进市区到基隆的这一段，却是要让10年后的基隆人来决定。我们当时的争议就在这个。
最大最大的问题是，你要十年后决定也没有关系，但是重点是如何决定。我们此刻没有任何的政策工具的情况之下，到最后十年交给十年后的基隆人来决定，我们看到的结果其实就是不决定。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会觉得林佑昌市长在这个议题上辛辛苦苦当了基隆市长七年多，做的政绩也比过去都好，但是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重要的政策上，我必须说他不负责任。再讲难听的四个字，晚节不保。为什么？我们清楚的看到基隆捷运如果从南港到八堵，它带来的一种后果是什么？第二阶段的工程如果现阶段就没有进行规划，你可以分阶段施工没有关系，但你现阶段你不共同一起来规划的时候，我们到最后就会看到所谓的只到八堵站的基隆捷运就会是在整个运输的流量上出现问题。当运输的流量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再看到下一个问题发生，是它未来的班次其实也会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又跟台铁之间的定位没有说清楚，到变成是台铁跟捷运之间相互竞争，到最后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条基隆捷运未来岌岌可危。再加上陈维仲议员刚刚前面他们所做的民调，也就会知道说，以目前现在基隆捷运的规划，有70%的人是不会因此而改变他的交通运输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基隆捷运难道还是要不在这个阶段不做第二阶段的决定吗？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未来十年后都是所有的基隆人我们都要面对，包含在财务上，苏贞昌院长自己都说，中央出了部分之后，剩下部分是由三县市合理负担。请问基隆市政府到底要不要出钱？这件事情林佑昌市长最后也没给一个明确的答案。其二，未来如果亏损，请问亏损要不要分担？这件事情我们此刻也仍然不知道，它到未来都有可能会对基隆市来说变成一个钱坑。所以此刻我们不能唱衰基隆捷运，我们应该要想的是说，好，如果执政党现在就是已经决定暂时把捷运只做到八堵，那么我们要回过头来想，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还可以为基隆捷运做些什么。所以我必须要说，这个麻烦把那个切到投影片，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同步谈八堵路，然后以及基隆捷运之间的关系？我必须要先说，一个捷运如果要好，一个捷运站要变成大家都愿意去使用，它就必须在那个捷运站的周边有够好的公共服务水准，比方说好停车、好转乘、好方便。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看八堵站此刻没有，现在没有。你如果经常去八堵站停车，你就会发现到你连机车要找一个好的安全的适当的停车格位都没有。你如果去七堵，你可以看到在七堵站后面东兴街那边停车简直是一个让人痛苦到觉得很辛苦的地步。未来的七堵站跟八堵站有没有可能在整个基隆捷运规划的过程当中，我们把站体周边的公共服务水准、公共服务设施同步做起来？这个才是基隆捷运未来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之一。但我们现在看到市政府似乎到目前为止的规划还没有准备往这种方向去。比方说我们想要具体举这个例子，比方讲像大家如果熟悉可以看到这张图，八堵车站周边的机车停车需求其实是严重不足。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八堵圆环作为一个八堵路跟远远路那个交叉口的那个圆环，其实是已经影响了交通动线。我们就会觉得此刻如果市政府要已经准备进行八堵路的道路品质提升计划，就必须要在想十年后的基隆捷运你如何同步让它考量在一起，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团队在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把八堵圆环周边的土地让八堵路是的路型是可以重新开始进行改变，那么剩下其他的土地，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红色画起来的范围其实都是基隆市政府管理的国有地，在这些土地上我们重新规划新的停车空间，然后重新让新的道路动线能够让它更流畅而不受到圆环切割的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八堵站捷运八堵站
未来会是值得期待的事。第二个具体的例子，比方说八堵路前面的站前回转道这件事情，现在对大家来说一直是非常非常痛苦。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基隆捷运准备要进场之前，我们现在然后同时要做八堵路的道路品质提升计划之前，我们同步就把八堵站前面的回转道就一并做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其实就是期待是说，如果有一个回转道是可以在这个东京站社区前面，那而前面那边也都是国有地，在那个地方是可以进行回转的，那未来在八堵站如果真的新建完成，那边就会是我刚刚前面说的好停车好转乘好方便的好捷运站，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才会来使用。再来一个例子，这件事情为什么也要特别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刚刚陈维忠议员也有提到，如果从你家离开然后一路到捷运站的接驳交通是不方便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去搭捷运吗？如果是不方便的，你直接搭快捷公车直接就到台北就好了，你根本不需要去转乘捷运。所以捷运如果要做得起来，真正最大的关键是从社区到捷运站之间的接驳交通。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一段接驳交通，特别我们是要讲的是 R 线公车，现在其实已经完全风雨飘摇，而且班次已经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一直不断的呼吁 R 线基隆客运所营运的 R 线公车，在下一个阶段如果此刻不处理不解决，未来捷运就算是真的坐到基隆开进到八堵，我们也觉得这个捷运站是大家会是使用率不高的。所以我们如何同时搭配捷运基隆捷运这个工程，它既然已经从80亿的轻轨整个升级再升级到天外天去了，425亿的这种规模，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时来想这425亿的规模到底应该要如何使用？比方说甚至有机会可以让我们的接驳交通透过市政府的规划先把它成熟跟营运的扎实的做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八堵站才会是可期待的。而这样的八堵站如果可期待，基隆捷运自然就会可期待，而不是像陈维忠议员所做的民调，我们调查出来结果就是不信任不满意不会改变。哦，这个特别要在节目里面特别让所有的基隆乡亲知道说，基隆捷运这个议题它不应该只是被视为一个交通议题，它其实是一个城市发展跟区域发展的重要议题。我们如何透过基隆捷运能够把整个八堵地区七堵地区和整个基隆和河谷廊带的原先一直就非常不足的公共服务设施在这个过程当中做起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督促基隆市政府做，我告诉你我们后面会变到一个非常惨的地步，就会变成是基隆捷运只是变成是有钱人炒地皮的工具，炒完地皮了之后我们的生活品质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捷运来你也不会去使用，到最后它变成是一个低流量低班次然后的蚊子捷运，对我们到最后什么好处都没有。好，这个部分是特别要提醒大家，是就是要打造令人期待的大众运输交通运量嘛。那当然还有让大家很期待的就是我们的人本道路，人行道都不人行道了，我们要请教维仲，就要争取安乐区公所前面的道路，这又是什么回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导播可以再帮我切一下那个图片，就是我们现在针对安乐区公所，这我相信大家都熟悉，然后大家可以记得这个画面，不是安乐区的朋友也会知道哈，这个其实就在长庚医院，大家其实常需要医疗服务的长庚医院后面就是我们的安乐区公所哈。整条路其实现在隔壁段的麦金路已经做好相关的整理，人本道路的提升哦，所以它人行道是非常完善。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在安乐路二段，尤其是安乐区公所在长庚医院这边肩负了这么多医疗的需求，长者可能需要来这边洽公，或是来这边医疗，然后可能会有轮椅族，再加上后面是建德幼儿园，有非常多的小朋友，然后甚至是亲子可能需要走人行道。可能我们可以刚刚看到刚刚的图片，大家会觉得那是人行道吗？那像是停车场。
机车会直接停在人行道上面。那人行道这件事情它其实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是政府投资用公共的经费去建设，希望保障就行人的路权。在非常多的城市跟国家里面，人行道其实是最优先最优先的路权，因为最弱势的行人需要用最强力的政策跟建设来保障。那所以这件事情我想要提的事情是说，我们一直在提，从我上任的第一年我们就在提说，我们应该仿效台北机车退出人行道这样的执行政策。哦，再麻烦导播帮我切我的第二张图片。哦，这是台北机车退出人行道的整个流程。哦，那大家都知道机车是不可以停在人行道上面的，因为人行道算是道路，哦，那它是人行的路权优先，那这个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是不行停的，不能停会被罚款，大家都知道。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停呢？大家就可能因为停车位不够，或是我们的就是人行道的设计，我们旁边还附设了一个在人行道上的机车停车格，所以导致民众就直接骑机车上去。那台北市的做法是怎么做呢？第一个，他们呢是会跟里长配合，或是让收市民的陈情，他们以每年24公里的机车退出人行道这样目标来执行。那收市民的陈情，或是里长的提案，或是他们自己来评估。那他们要做的事情呢，不是直接就去就是罚大家，他们是先去调查说这个地方的街廓，我周遭能够提供现在违停的机车数量60%的停车位，那我们就开始来贴宣导，请大家协助，请市民一起发挥爱心，自主退出人行道。那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他们接下来，如果你还是知道这件事，你还是不停，你还是持续停在人行道上，那我们就是来做就是开罚这个动作。那所以这整套流程很完整。那我们就是希望是说，我们的交通处可以来选示范的点，尤其是安乐区公所这么多民众要洽公，这么多步行的行人要来的地方，应该来做示范。那这件事提了很久，那终于其实在今年出现的曙光是我们的公务处有主动有去申请中央的就是营建署的补助，那会来在9月的时候对安乐路二段整段的就是人本道路的提升来做改善，那最大的重点就是人行道。然后那我们真的是很感谢就是公务处有来做这个东西。那现在未来我们的设计，因为依照营建署最近最新的人本交通的指引，其实机车格是不可以设置在道路在人行道上面的，因为这你会等于是你用政策的投入去引导民众违法，因为大家就觉得你如果设在机车格设在人行道上，你就会直接骑上去。所以这件事情未来会做改善，那包含说我们也会搭配说交通的设计去让这边可以更完整的行走，那这个我们也会持续监督，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谢谢。对，就是人本交通大家要顾及嘛。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体育项目，因为在基隆喜欢体育的民众真的不少，但是大家苦于没有地方可以来运动伸展，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张耿辉张义作，他鼓励我们七堵区的射击小选手，特别还到了明德国中来送暖。明德国中空气手枪和空气步枪的选手们，在今年全中运射击比赛中，由徐义斌拿下10公尺个人空气步枪银牌，以及由徐以伦、陈宇岑和李亮珍三个人一起夺下10公尺女子团体空气手枪银牌的好成绩。杰出校友也是身兼体育会空气枪委员会主委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和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洲到学校致赠红包，鼓励这群得奖的选手和两位教练林国豪以及高丽彤。希望在我们张耿辉张主委接任以后，能再把高中再衔接起来，让我们基隆市的市级最好在全国顶呱呱。谢谢。在全中运表现非常优异的选手来给他们颁发奖金，期勉他们也再接再厉，尤其再接再厉的为市争光，为国争光。感谢体育会的大力协助，教育处的不断的经费的挹注，那这成绩稍微虽然没有金牌，但是我们会持续努力为基隆争取更好的荣耀。谢谢。张耿辉和郑锦洲也建议明德国中可以争取把学校操场改建为具有停车场以及新式空气枪练习靶场等多功能体育馆，解决停车问题，也能培育更多优秀选手，为基隆和国家争光。这就是要关怀我们地方真正的需求。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张义作。我想在整个运动中心来讲，那耿辉有幸
受我们南港运动中心跟文山运动中心的执行长邀请啊，有特别到他们的体育场去观摩。尤其我们基隆市来讲，是一个多雨的城市，理当的话，我们的一些室内的运动设施应该要比其他县市要好得多。那很遗憾的，我们很多像刚才我们画面所看到，长期来都是我们基隆市引以为傲的射击来讲，射击这个项目来讲，还有很多的项目，比如来讲射箭也好，为了选手为了练习，还要引到其他县市，移师到其他县市来练习。我想这个有关单位真的是要特别来检讨。那我也去参观了人家的运动场，我举例来讲，这是我们南港运动中心，它有射击场，有空气枪的靶场。当然我们基隆市的运动中心却没有这样，还有他们还有潜水池没有啊。这个是文山运动中心来讲，有国际型的靶场，十公尺的空气枪比赛都在那边，还有火药枪25公尺的。他们运动中心可以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尤其我们有一个多雨的城市，那一天到明德国中去那边颁发奖金，那校长也建议希望能够他们的运动场，尤其刚才行志也谈到的很多8堵7堵的火车站前面的广场的那一些停车的问题，他们也建议盖一个多功能的，像交通部因为要盖那个停车场的话，像交通部来征集最快，他希望盖一个多功能的，尤其他们体育场很大，他可以，校长也建议我们能够，那一天郑理事长也有去，能够盖几层的地下室，可以让一边火车站前面那些汽车的通通停到里面去，他们学校也很欢迎，然后多盖几层楼的，比如来讲可以射击的，它那个宽度够，长度也够，射击的、射箭的那些国际的比赛都可以来我们基隆市，尤其我们基隆市射击的，在我们前那个杜台金前教练的一些带领下，一些指导的很多的优秀的选手，可是我们很遗憾的，基隆市确实没有这种场所，所以在这边我也不管是说下一任的市长他有眼光的话，应该为了一并解决，把明德国中体育场，他因为侧门刚好接火车站前面的停车场，只要他侧门一开，这体育场刚好接他们的体育场，这是非常方便，因为当初我们也在现场干。我也说希望啊，我们议会的还有跟我们行政还有委众议员，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让我们基隆市真的是盖一座真的符合国际标准的一些比赛场所。因为我们基隆市尤其啊，我再提醒一下，那一些这一次我们又得到名字了，国蓝的空气枪步枪都得到名，国女是步枪的团体银牌啊，国蓝的话个人的话银牌，这些选手我们可以好好的应用哦。尤其啊，我真的还要提醒我们当届，当然这任的市长已经要卸任了，他要做到也不可能啊，只是未来期待我们基隆市啊，那个啊要竞选的市长应该有眼光啊，为我们的基隆市啊，不管是体育的选手，这些教练，这些未来的整个出路规划，应有一个配套措施，让他们无忧无虑，能够来培育，甚至教练都要培育我们这些国际选手，尤其我们那个火药空气枪，在我们基隆市，不要说10公尺的场地都找不到，那希望我们以后盖好，我们有自己的训练的场地。对，就是要为我们的未来子孙着想。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生态保育，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行政，最后三分钟。最后三分钟，想要跟大家再次提醒，你如果是长期住在基隆的朋友，你一定会听过外木山，你也去过外木山。你如果去了外木山，你一定也会看到协和火力发电厂就在旁边。协和火力发电厂接下来要准备转型，不再继续燃烧重油，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空气跟环境会带来更好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的是，协和火力发电厂准备要填海造陆18.6公顷，也就是会倒入150万立方公尺的土方到我们所熟悉的外木山澳当中，未来会有7万株的珊瑚会直接被活埋。
我们真正质疑的是，协和火力发电厂的面积总共有60公顷，厂区内其实还可以有检讨的空间来让它进行转型。可是这段时间下来，我们发现台电不在乎，而且台电声称有80%的基隆人都赞成他们填海造陆。可是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的基隆人，你只要去过外木山，没有人说不爱上那里的可能。这片海看着我们长大，我们希望外木山的美可以永远被保留下来。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不断的努力，在议会里面跟张耿辉张议员跟陈威仲陈议员，我们不断的努力，希望能够让地方性公民投票可以在基隆市开始进行往前推进，所以我们修了自治条例，接下来我们会正式的在基隆市推出反对协和火力发电厂填海造陆破坏自然生态的提案，直接在基隆市邀请所有爱上外木山海岸的基隆市民跟我们一起共同来推动，因为那里已经是基隆市最后一段最长的自然海岸线，我们还能够留什么给下一代呢？美丽的自然海岸就是我们留给下一代的重要资产，邀请你一起来。是，我们也请维仲最后发言。其实我们之后真的就是像行之刚刚讲的，我们之后会针对外木山的这个议题吼来做就是公投。那最主要就是我们支持说协和电厂可以来转燃气，只是不要用就是填海造陆的这个最烂方案来做像这样的填海造陆。其实我们会对刚刚行之讲的，就是7万多座珊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伤害。为了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可以永续的看到海洋，我们不应该用这种为了暂时性的目标来做永久性。破坏应该要专注我们的环境保护，是就是要让我们的子孙呢能够生生不息，让我们的大自然可以有更好的发展。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